到了，这是我的快递吗，宝贝？这是不是你的呀？我打开看看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快递还是你的快递啊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，宝贝？那这个小的是你的？这是我的。啊，那大是我的。那是你的。行。哇，一个这么大，一个这么大的，我们先拆这个好不好？来，给我。先放一边那个。我们把它先拆开。我来拆开。啊，你来拆开吧。会不会拆呀？打不开。我说吧，打不开吧，你还非要打开。把它拆开，哦，我的天！什么东西这么神神秘秘的？肯定是藏宝箱吧？藏宝箱呀？我觉得不是藏宝箱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小狗狗。你觉得是？开始打开啦！来。啥东西？哇！是哪个小狗狗？我们抽到了一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个，这是小球球蛋。我看里边还有小的，哇，这个小的接着打开。这是什么？姐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小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哇，来，我看看这个里面，这个卡片上是不是有啊？咱抽的是哪个？还这个，我看这卡片上咱抽的是哪个呀？就这个，宝贝，我们抽的是这个。是不是啊？我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先不要，我看还有什么是东西啊？天花。这个咱抽的哪个？天花，这是天花。这个哈，对对，咱抽的是这个。